他那意思他妈的你人人都认钱儿，对，都花钱雇的那意思，花钱雇的朋友。朋友们，嘿嘿，咱们呢地呢是建完了，里边呢床也铺完了，现在呢咱就整这车库了。今天就把车库咱们给它立起来，这日头又红了，夕阳西下了，咱们地呢基本是完成了，下一步就是要焊这个车库了。咱看一下车库这个位置啊，看看车库这位置。哎，这大烟头烧的，烟头又加高了啊！现在是烧煤的烟，烧煤烟是这样的，烧木头烟又发白，煤烟煤的火比较硬。看看啊，这面的雪都没化，这面雪没化，哎，这个雪化了，为啥呢？因为咱们地火龙就是从里边从地底下钻过来，然后瞬间的过去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车库的顶焊好，大框已经盘好了，就差这个加密了。多加几条这个，看方管都在这嘛，把它切成2.6米的，然后多来几道梁，这样的话它雪呢就能抗得住，不然的话上面膨塑料呢雪会把它压坏。咱们看一下啊，咱这个地印子里边今天又加了一层这个塑料啊。昨天晚上我去充电了，在那个金马大酒店充的电，然后等我来的时候，忙完了来的时候一看，我大哥早上来把这个又整了二层保温的。看看这个二层中空的啊，就跟楼房的中空玻璃似的，这就保温效果又提升了。看咱这烧煤，这炉子现在可好烧了，这没火了，炉火纯青啊。进火在这儿，进火，然后看看这个炕啊，这一个大通铺都已经搭好了。咱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呢，就是要把这个炉子，这不红了吗？把这屋啊烧透，烧的就摸到这块，到时候都烫手。这土地这个石头啊，全热的，热的话。它这个热量就会往上涨，然后到时候这个咱的床上铺上被也都是热的。再看看外边啊，外面咱大鹅在这儿，哎，咱的房子嘎不嘎嘎的，他今天心情不太好。好了，因为过两天就把它给炖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开干啊，开始干活了。今日别离共你，心伤留握手，友谊藏在你我心里。今天这位侧边，他朝日一大早，嘿嘿，我三位大哥都到了，拿着木材，烧火的木材，带着煤来的。嘿嘿，里边还干活，老哥把这块打上了，这样它就不往下流了。那走道都得躲着点，绊脚了我。这面打一个，放那个厨房用品，做饭的，这块也用挡板打上了。这样的话，这几个这些碎石啊，就全扔这里了，它就板着了。一锤是80，肉哥，八十。这油桶拿来了，哥。这家行啊，这家得电焊重给切开是不？对，切一下，切开重新整一下，这家够用了。10块钱这玩意儿啊，大他妈，这家挺好。你搁哪找的？废铁收拾站啊。哎呀，这货回来了，这刚才我看着呢。啊，他回来，他不乱跑，玩一会儿他就回来。行吗？这个？
不大不小，这么得这么嘎是不哥？有点，这么还厚实，一边嘎下来完做盖儿，做炉盖儿。对，哎，焊炉篦子，炉篦子我那天买了，烫一个。哎，这是这炉篦子呢，我找找那炉篦子。炉篦真没注意，我那天来安陆湖才看着，再没注意。是啊。有一个，好像就这个丝带装炉篦的。年装还有，不知道是装啥，多少年都不装，没事儿，嘎不响，电焊嘎不嘎不响。这玩意儿直接，这焊能焊上，这嘎一般的能焊上。那要长的是这个，啊，不长，不长，正好正好，正好。啊，这个炉大了，把那个炉圈子我拿出来。家里擦。炉圈拿给他嘎一下子，那炉篦子丢了，还得买个炉篦子去。往下握呀，只嘎这个圈就行了，别圈不用整。嘎酱了，嘎酱了，干啥呀？直接这个，这家伙嘎不了多点，比它小一点就行。都跟几年了？跟我这半年吧。这么还不听话呢？他年龄小，他一岁多。啊、他叫啥？金虎。金虎啊？对。金虎，看。哎，大宠物呢？大宠物。还有他狗。你看他跑完以后，他直的回来了。都掏一个洞子，都画个圈。比它小一点，比它小一点，就到这个位置就行。不，你就是大约母嘎就行。嗯，大约母嘎能行吗？没事，小点没事。你这是角磨机嘎吧？嗯。这有十米。有十米，这就是。大眼肉都贴进这炉子这个圆是掏完了，三秒四五圆最后看吧，现在就掏这个，这是一个烟道，你给它那块高锤砸平一下子，给我大锤往里砸一下子，给我小锤震一下能震，小锤不行，砸这块和这块哈，别砸两边，不是你先拿了我搁这垫。往那圈儿去，往那圈儿再行。嘿嘿，真板正。这是干什么啊？看它高，这是干。还小，那个大不少。没事，操，今天还挺冷。嗯，现在没有咱来天暖和，来天有阳光，这回没有了。是不是？不，这头好面。不行，这头大。上一个啊，不能这。拿锤子削削，相当滑稽。
还得切呢。三哥说的就搁这儿呢，高不高呀？高。哦。嘿嘿。这都全能性人才。你们三哥能看就我不能。你不会看啊？我不干了，我不会，就我不会。嗯哼。真的渴。扩大了炉子，坑也扩大了，炉子也大，坑也挖大了。这家伙，这回屋里头就更暖和了。这是一个放厨房这些用品的，做饭这些东西放到这上面。现在这块越来越板了啊！啊，嘎，嘎嘎的。在那放煤呀、啊，哎哥，哎哥，啊，这玩意儿搁屋里放个煤不挺好吗？对对对，嘿嘿，完到时候你走哪儿你再拉着。我哎妈呀，那可不拉了，哎，走哪儿？我啥都不拉了，把这得砸回来，锤子呢？啊，放倒啊，放倒，放倒着。大锤80，小锤40，行了吧？行，他往地下一杵，看不着。对，这不一个，哎，还得嘎后口子，还得嘎后口。方口是口风的，方口是怎么嘎？得嘎俩吧？炉壁上面，炉壁下边，炉壁下边得嘎掏灰的。炉壁下面这块。对呀、啊。下边。炉壁上面还得嘎呢。往下炉壁的炉壁上口，上口嘎还得整个什么？整个门啊？小门，你这嘎下来就是小门了。对，折叶呢？折叶，都买个铁盒叶子去。不对，这边炉子马上成型了，把这边嘎一个掏灰口。一扛，嘿嘿，再嘎两个方管。方管能扛烧吗，哥？不是，你顶上炉壁子，那你得扛上啊。扛上好烧。对呀、啊，拿几个炉壁头子，焊里，往里一搭，壁子找着了。嗯，那就得这么的。对。哎，别整的长了，这边有短头子，你用的，你下料啊。那短头子？哪个？啊，短头子不用。啊，那不短头，短的短的行。哎，这样哥，他这玩意儿得这么顺着，要不咱勾不好勾，得这么顺着。行。得这么顺着。要高炉钩抽灰不好抽，这样，看见？是这样的。行。那咱得掏灰呀。这炉子这不马上做成了吗？短头子，嘎嘎的。把这个短头子量好尺寸一嘎。一嘎两半，正好。往里一杵。嗯。哎，干上两边不得还得漏东西吗，哥？你咋都得漏啊？不是，两边还得填上。咋都得搂啊，你搞方管，那你就一堆方管补呗，咱有方管。嗯，那这半截头子没用。对。看帽子。看帽子。啥不用帽子？不用帽子？啥不用帽子？哎，是不是戴上汉天这个帽子？帽子。帽子准备好。帽子吗？咋了？这个炉壁的应该是铸铁的吧？对，它焊不了是吧？它焊不上，焊就行，你就往上一放就完事儿了。嗯，我那个视频里头，我视频里不说那个都是朋友帮忙吗？他们说你不花钱哪来的朋友？他们意思他妈的，你人人都认钱儿，对，都花钱雇的那意思。花钱雇的朋友。哎呀，这连人带车又干啥的？花钱还雇的在家串串的呢？串串的，嫂子搁家串串的。带我哥去了、哦，我在那放药去，差不多了吧，哥？那个多焊两点行吗？那个他妈的焊点，烧烧开，就像这个。我看你都，我看你都焊透了。没事，没漏就行。对，焊透了，就是结实了，那意思。绝对他在五常。还没挂、啊。在五常放着呢，没换。你现在不好长五，没事，慢慢走着呗。这回行了，哥。还有点在吗？嗯。
这样栽上了。不是，这样正好。我操，那我瞅咋栽上呢？那我瞅咋正好呢？你再瞅。我瞅这毛有点高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位置有点高。哎，这回行，这回是正的。行吗？这回是正的，这回。这小生活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我大哥又拿了一车木头，又拉了一车木头，木头煤都拉来了。哎，今天这特别热闹，看呀，这几台车，加咱那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、五台、六台，这就六台车了。然后，哎，我先把这个洗一会儿再焊吧。那边去捞鱼了，咱现在去看看冬捕，冬天捕鱼，往那边走去看捕鱼去。